龙哥现在要去哪？啊，我们要去农地。耶、yeah. 啊。对。其实我在两年前就开始在慢慢回乡。是什么样的契机呢？让我想要回来这个家乡呢？其实主要就是，我的外公的影响。他生前呢，给我了一个交代，就是说，这个原乡的家呢，一定要好好保持下去哦，就一定要回来整理整理。那早期呢，我在外地呢，其实我那时候在做主管，那其实很多的同事们都会问说，那你是卢凯族，那你来讲讲你们卢凯族的文化。那当下我就傻了，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他，因为那时候的我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完全都不懂。后来想想，决定要回乡，所以我在两年前就慢慢的回乡，跟这些族人相处。对，不是我们以前也是月桃叶啊，月桃叶那个，真的，我们不是都会拿来做编织那种的吗？他的爷爷就拿那个，然后把那个心脏那个穿一个洞，然后绕那个绳子，那个月桃叶，真的，绑在他的脖子，他从山走路，是炫耀，哎对，那也不是说炫耀，但是那就是也是一个荣耀了。他以前哦，以前我一些平地的。那个小朋友、同学啊，看到我的时候，奇怪你怎么会怎么会那个怎么会有那个是什么？他以为是棒棒糖。我也喜欢跟老人家坐在一起，也喜欢跟老人家坐下来聊天。像有什么不懂的，我会直接问老人家或是长辈。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比如说一个石板，它以前他们是怎么使用，包括他们怎么去做切割，怎么去做叠石板这样的一个传统工艺，那我都是用嘴巴的方式这样问这些长辈。那再加上十年前呢，陈美老师就有在这个部落在辅导。十年前那个时候就有在培育我们这些原乡的一些族人来做这个生态导览解说。上次我们怎么洗都觉得不太合格，这样啊，这一次看起来好多了。第一次对啊，叫那个对啊，因为不洗干净会发霉。那个纸箱那个。家有他剩下几株，你可以去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我现在在做的这个林下经济这个产业呢，一开始其实也是多亏我们的包头木哈，还有我们的巴理事长，借由这样回乡，然后接触他们。后来才介绍我认识了这个陈美惠老师，然后呢，陈美惠老师这个团队才慢慢的辅导我说，在原乡能做些什么事。我这边心情起起落落，有开发现啊？第一盘没有蟹盘的长不好，然后结果拆到后面看到有蟹盆的反而长得比较好。而且还有开花，你看这里，叮叮，
准备要开花了，这个准备要开花了，花苞了，对，花苞出来了，所以一定要有蟹盘。我们那里有一个水塔，从那个停车场摔到那个下面的产业道路，也没有多，也没有破啊。这个是延展性很好的铁呢。对啊。来了，叔叔，我给你换什么好了？好，有年轻人的那个。年轻人。大的啊，对，哦，这样，我觉得目前最让我觉得比较会。会辛苦的就是人力啊，人力上的缺乏，因为有时候我一个人不方便做事情，比如说拉水管啦、甚至一些比较劳力的工作，就是可能一个人来做会很辛苦。那也还好有这个实习生来实习驻点，那才有办法去完成一些事情。带手机，有拍照。我们今天会搭竹子。架先架出来，不然到时候如果台风来，我们的小金莲没有办法躲雨。一开始我回来原乡做这些事的时候，当然，妈妈啦、老婆啦、家人也都有这样的反对哈，他们都说，你干嘛放弃外面的5万块的薪水的工作？那为什么要回来做原乡这些事情？这么辛苦，这样。那我那时候呢，当然就是不断的跟他们，家里人沟通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工作，虽然一开始会很辛苦，但是我是想比较远的想法，就是说我希望未来可以做成。家族产业，我希望这些，不管是家人啊、族人啊，都可以回乡一起做这些事情。太浓了。八八风灾对我的影响，其实早期我们的家庭就是各自过各自，其实我反而是要感谢这个八八风灾，因为。这个八八风灾之后，我们才有这个所谓的永久物。那我们有了这个永久物呢，我们这个家才重新聚集起来，才有住在一起，才有家的感觉，才有家的感觉。那因为早期呢，妈妈啦、我啦、姐姐都是各自在外地这样工作，那没有办法。聚在一起，那我们还好是因为有这个大爱的房子，让我们这个家庭重新聚在一起。
当我在做这个宁夏经济的时候，我本身对这个东西也有兴趣。那当我在一步一步骤在完成跟下一步动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是在跟着长辈他们的脚步走过前人的走过的路，然后前人做过的事我都去做过，所以当我每完成一个步骤的时候，我就会很有成就感。像那个我们常常可以讲的就是那个火酸姜嘛，对对对，火苦椒嘛，那些都那个部落最常用，就是用到的，然后花圈那个圣洁嘛。因为我们做那个长期监测，就是为了知道植物在这个月到这个月之间，然后可以讲什么？嘿，它、是什么的状态？比如说，嘿，三月到六月是长花，那、我们以后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推动这几个解说流程。嗯，嘿，那、我们是为了这样才去做监测。它是台湾最大型的类型，它也不常见。它可能是一级保育。在十年前呢，在那个时候。在我们原乡做的这些产业，那个的时候很多人在做这些事情，但是那个十年前那时候呢，是很辛苦。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因为那个时候呢，不管是通讯啊、道路啦、还有一些技术上啦、还有一些人员都还不是很。健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发达跟方便的时候，那时候做很辛苦。那我觉得呢，十年后呢，应该是我们要再回来做这些事情，因为现在的道路、资讯、网路、通讯、道路这些都很发达了。那我们随便上网查都查得到。东西，所以只要你不会，只要看手机就知道。那我觉得应该现在应该是我们要回来部落，重新把这样的一个产业重新做起来的时候。哇，当我在做这些原乡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部落的族人就会说，部落有你真好，甚至是部落靠你了。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好值得去称赞跟鼓励的，因为在以前老人家的眼里，这个是应该要做的，而且是义务，你每天都要应该要做的这些事情。那我需要的是。我需要的是大家一起来做这些事情。回家了，该是时候了。路边的野菊开了，蝴蝶也张开眼神，怎么了？回家的方向改变了，小时候跳水的时候没有了，最让我舍不得的，不该走的都走了，梦里追逐着蝴蝶的翅膀，走在回家的路上，会温暖我心上。梦里追逐着蝴蝶的翅膀，走在回家的路上，记忆起往事的感伤。老爸。
杯。